想太多、啊、你懂这样说。他唱得非常好、啊、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他跑调了、嗯、你不能东汉末年分，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，东汉末年分三国，不破连天不朽，儿女情长悲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。你要有重有轻。大家好，我是邦邦。唱歌跑调不是最可怕的，最怕导师给你来一个亲口示范，那真的是妥妥降维打击了。像周深这种面梦导师还有很多，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真是最后的结尾，你自己知道哈，知道自己跑调了。就这样把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拿过两次格莱美的吴彤老师，在第15届青歌赛上给跑调的参赛者示范了一遍征服，不熟调子也能直接看谱唱，开口的瞬间我就被征服了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夜里做了美丽的梦，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。哦，梦里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无力抗拒失重。像邓紫棋这样当导师当到蒙圈的我还是头一次见。他教选秀的弟弟们唱歌时清唱的超能力，不仅展现了超强唱功，还给学员撒出了个表情包。谁激动就像世界第八个奇迹。这就是爱，这是一个真声，如果是假声就是这就是爱，还有一点混是怎么混，这就是爱。张杰教学员如何混音，直接坐着输出这就是爱，看着迷妹们崇拜的眼神，要是能达到这个程度，分在情感和技巧上真的是没得说啊。好啦，我是潘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